今天终于打出了蛮来了，这个木头吃了好久，但是这个热得很，但是呢稍微好点儿。说今天我们来扶墙来了。他说我跟老姐建议说，你还先把线插到去再扶墙，免得到时候还翻工噻。其实那个不叫翻工，我们也想过的，你先把那个灰糊了过后再打线槽。 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可是吃不消。哦，你。我。那会儿收了我电视，你说的，最好的东西。嗯，我来刚才哈，就实话，他是我那个弟弟没得的，这些东西啊，没得。